4月25日，陈奕迅在上海虹口体育馆举办了演唱会，现场人声鼎沸，气氛嗨到爆棚，更有不少歌迷从香港、台北甚至日本赶来支持，甚至连体育馆门口的店铺都表示当晚生意好了很多，可见 Eason 的顶级人气。 Shall we talk? 幸福摩天轮，每一个明天，单车，陈奕迅一口气演绎了数首粤语歌，首首都是典范之作，天王 Eason 的气场震撼着全场。演唱浮夸时，陈奕迅站在缓缓升降的舞台中的斗篷里，简单的小道具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歌曲想表达的意思，让台下的歌迷为之疯狂。演唱会高潮出现在万人跟着陈奕迅一起演唱《兄妹》，整个虹口体育馆的气氛被带到最高。绝对。